老妈妈好，师傅好，你好，讲吧。师傅，他是1952年属龙的。1952年属龙的是吧？是。哎呦，他过去好得不得了哎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的脊柱出毛病了，后面的腰椎啊。师傅他讲他的脚很痛。对呀、啊、他的脚痛是因为他的腰椎啊。你问他脚之前是不是腰痛啊？没有。右面痛得不得了还说没有。那我讲你一点好吧，老妈妈。你是的话你就承认啊，你有掉过两个孩子。这个老妈妈什么都不肯讲。老妈妈你是一个人来的还是跟先生来的？一个人过来了是吧。老妈妈我告诉你啊，你做梦在三四个礼拜，大概四个礼拜左右，有没有做到过小孩子？你有一个孩子啊，老妈妈，你逃都逃不掉的，我就告诉你了。那么老妈妈，你要是什么都不管，你承认不承认，如果有的话你自己回去就好好改，我也不一定要你在这里承认。你有两个孩子是没有的，掉了。你记住我一句话，你用不着看某一个人，老妈妈你今天叫我看了我就帮你看，不一定是你的，但是一定在你身上，一个在你腰上，一个就在你的腿上，经常让你的腿发麻，每天早上发麻。可能是我的妈妈。是你妈妈的孩子，你妈妈掉过两个。两个双生的。看见了吗？因为这两个孩子现在在你的身上。明白吗？我给人家看图腾的时候，要么就是你自己掉过孩子，要么就是你妈妈的孩子在你身上。老妈妈你记住我句话，你很能干，你这个人一定年轻的时候非常好，你不要不承认你是大家闺秀，你很有钱，但是你记住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会问你借钱的，所以你没有必要不承认。老妈妈我再讲一句话，我看你的图腾，你做过小生意。是。逃不掉的。你看一件件事情都试了吧，对不对啊？老妈妈我告诉你，你过去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你曾经有两个人追求你都没成功，第三个你才跟他结婚的。待一会儿就承认了，啊，不要着急啊，老妈妈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一个老师过去很喜欢你？这个老妈妈，你跟我记住了，我现在讲的你都是真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承认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看图腾看了十几年了，我不知道看了多少人了。你今天说你不承认也好，你有意不承认也好，都没关系。但是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你自己的心非常的憔悴，你的命根当中应该有两次婚姻。我相信你这个不会说假的了吧？鼓掌。
你们说是他对还是我对呀、啊？还要讲吗？现在看笑了吧？台长们就是经常这样的呀。我有时候打电话帮人家看出来，人家当时说没有。过了几天打个电话，卢台长，对不起，我想起来了，有的。那我找谁去讲啊？无所谓，只要你老妈妈肯修心就念经就好了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相信也没关系，台长还是要救你。你现在这个腿，我现在马上叫你发热，而且叫你马上可以抬起来。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，好吧？眼睛闭起来。你跟大家说实话，热不热啊？等一会儿啊。妈妈，腿热吗？肚子会抖。肚子会抖。裤子都抖了。脚在颤抖了。热不热？再等一等，等妈妈，看看热不热。应该到了，应该到了，老妈妈。好。把你的脚抬起来给大家看一看，一点点来，左脚，好，一点点，好，一点点来啊，好，等等等等，好，你看啊，大家先看见这样啊，好，老妈妈现在开始啊，一二，好，慢慢来，好，起来，好，起来，好，起来。好，放下来，再来啊！先管你右腿，老妈妈先管你右腿。好，放下，再起来。好，好，再起来，好，再起来。啊，那个脚还是右脚，右脚，老妈妈，我现在自己右腿。好，再来啊！好，越抬越高。好，好。再来，好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好了。啊，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回去会越来越好，你不要担心的。你是胯关节骨头锁死，你要动。你不能不动，你要泡脚，每天泡15分钟，放点黄酒。你只要坚持3个月，你看看你的血脉流通就会好。你现在每天早上是脚很冷，对不对？对。老妈妈，我刚刚叫你右腿已经抬得很高了，你平时是抬不到这么高的，你告诉大家对不对？我刚走吧。对。你老妈妈，你好好念经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的，你一定要相信。你呢，这个人在这辈子呢，人家呢欺负你太多，骗你太多，所以你心里一直不开心，长期的忧郁积累在心中，所以你的身体就会不舒服不通。你想开一点，都是你过去欠他们的，还了就还了，你现在会越来越好了。你好好的念经，我包你下一次明年我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走进来，大家可以做见证。老妈妈好不好？啊，师傅，我要问你，问什么问题？师傅，他小房子需要几张？小房子要180张。放生。2300条鱼。
念经。功课，他的功课更快。你看，肯念经了，多好啊！老妈妈，大悲咒，大悲咒念27遍，每一天，心经念29遍，好吧？然后老妈妈，你要念解结咒，化解你心中跟人家的冤结。多少遍？每天念49遍，很短的，很短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我包你，你下次可以走进来跟我讲话。礼佛几遍，师傅？礼佛是吧？礼佛能念3遍最好。我再念3遍。念3遍是吧？谢谢老妈妈，你好好念经。你看笑的都比刚才漂亮了。还要什么？还要没什么？还要就是天天开心，不要想不通，每天开心，欠人家的还了就还了。从现在开始你不欠别人了，好好念经，把自己身体养好，好好的帮助别人，你就是人间的，人家都会叫你菩萨，听得懂吗？你过去帮了多少人你知道吗？你很开心的帮别人，只是因为你受到别人的欺骗啊，不开心之后你就不愿意帮别人了。你要记住了，还别人就好好的还，明白了吗？老妈妈，其他的没什么，要当心泌尿系统，你小便不是太好，要记住要多喝水。人的外面靠洗澡干净，人的里边怎么洗澡呢？就是喝水，就是不停地在洗内脏，所以人是靠水活着的，每天多喝水，你的泌尿系统就会好起来。老妈妈听懂了吗？懂了。台长一直在给你加持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问题了吧？师傅，他还想问一个亡人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的妈妈。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？告诉我，几年过世的？我妈妈的，不放。啊？杨华英。叫张。姚，女赵姚。女赵姚。姚华。英。华就是中华的华。中华的华。英。华的英。女姚华英，消毒的，不是，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死的？他忘记了，师傅。啊？几年去世的？他忘记了。啊，忘记了是吧？忘记了。叫姚华英，你叫他现在想着他妈妈的样子。啊。眼睛很大。鼻子很高，这里有一点点颧骨，头发花白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很好，很漂亮，而且你的妈妈手脚很勤快，一辈子为了这个家没有什么享福，但是他走的时候，你们找了庙里的法师给他做过法事，他现在在天道。对，现在知道卢台长了吧？真的。真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相信台长了吧？开始上来还不相信。还是相信。嗯。等到你腿好了，你还要相信我呢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妈妈现在在天道很开心，她的个子不是很高，没你高，比你矮一点点，差不多矮一点点。我现在看她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以看到你妈妈现在在天上还戴两个大的耳环。啊，明白了吗？丝绸的白的，对不对呀？对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他走的时候，你们就给他穿的这个衣服。不是。白的。没有。花花的衣服。对了，就是白底的花花的。
他现在就是穿的当中，这个当中有花的。啊，没，紫色的，紫色的花花的。花纹呐、啊，全部都是花纹呐、啊，都是紫色的，但是边上都是白的。老妈妈，我今天你相信不相信？我一个礼拜叫你妈妈到梦里来看你。不看。啊，好啦，托梦给你看过。哦，师父他没有梦见，只是看见。看见是有一次在下午的时候。不是，他七岁的时候。你梦里呀、啊？不是。我说你梦里看见过他，你忘记了。下午的时候他来过，我下午来过，我不知道呀、嗯、你不知道，你当然不知道。你家你我讲一句话，你不要否认，你这个人脾气很坏，而且你对你妈妈不是太好，你跟我记住了，你对你妈妈不够孝顺，听得懂吗？自己承认呐、啊、否则我叫他来找你。给你妈妈念小房子，听得懂吗？多少张？几张师傅？吓都要吓的。不吓。多少张？五十九张。好吧，好好给他念，好吧，他可能会来看你的。了解。嗯。希望他来看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感恩师傅。好了，好了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你看了吧？大家看他可以走了吧？看见了吧？可以走了，看见吗？那个拐棍根本没撑，看见吗？嗯。